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来讨论二年级华文活动本第29和30页的答案。第一项，选词填空。第一题 A， 我发现厨师和护士通常都穿白色的制服。 B， 工匠有了机器的帮助，能更快更好地制造家具。第二题 A， 科学家的工作能让人们将来的生活过得更好。 B， 他当送货员将近十年了。一项，换一换划线的词语写一写。第一题，种田的农民有泥土的气息。画画的画家有艺术的气息。第二题，渔夫身上的气味让人想到鲜鱼和大海。厨师身上的气味让人想到鸡蛋香。F 项，把如果就加在句子里，让句子变得更完整。第一题，风不停地吹，大树的枯叶不停地散落。如果风不停地吹，大树的枯叶就不停地散落。第二题，没有农民种农作物，我们吃不到香喷喷的米饭了。如果没有农民种农作物，我们就吃不到香喷喷的米饭了。第三题，各行各业的人认真工作，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。如果各行各业的人认真工作，我们的生活就会更美好。